独立乐团出身的茄子蛋，去年因为主唱阿兵因声带受损，宣布无限期休团，让粉丝大感震惊，甚至传出解散的消息。当时茄子蛋团员阿德参加活动受访时，曾说只是成员在演艺事业上的看法不同产生的误会。今14日，《镜周刊》再报三人决定单飞的消息，导火线就是钱的问题。一、浪子回头、浪流连等金曲打响知名度的茄子蛋，更是以一首《爱情你比我想的格卡》伟大，获得第33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。受到金曲奖加持，茄子蛋各方邀约不断，甚至一度有唱进台北小巨蛋的计划。2022年底却因为主唱阿兵失声导致休团，一度传出解散消息。成员出席活动辟谣，指出当时就是放个假，成员各自精进，回归日期顺其自然。不过回归日期或许遥遥无期。根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茄子蛋再度传出三人决定单飞解散的消息，其中的原因是因为酬劳分配不均。报道指出，成员们不在意拆账比例，但是身旁的家人相当介意。虽然大家默契不对外公布相关原因，但因前拆伙已经传开，茄子蛋拆伙后三人各自工作。去年失声的主唱阿兵也开始拍戏，三人虽然各自在演艺圈发展，但对于还在等待茄子蛋的乐迷来说，可能等不到他们回归了。